不会，你用妈祖干。他说他们知道是妈祖教的。我还要用妈祖干，因为我化名起来就是观音做主的。用平用平哦，十八十八岁量，我是化名起来。三十四岁，三十四岁后就变开始操功课。长哦，困，但讲我做单机呢，还讲我发展美容师吼，嗯，我吼安尼才开始安尼，啊，今年要六十啦，所以介绍安尼做，嘿，我呢阿孙啊已经大二，孙子已经高二，总共九个孙子，哈哈，全部拢我妈，我是安尼，啊，所以我今麦拢一直贡献哦，伫这成绩的这方面，那我若感觉讲有迄个缘，啊，我就来，吼，啊，唔太老的，我就来斗三工，我是安尼。我出去有什么呢？我尽量去做，安尼哦。谢谢，感恩今天有时间去拍摄，哈，今天有时间拍摄，这样子这样子啊，我们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我有这个福报哈，伫咧这甲大家安尼结缘，安尼真欢喜。哦，我袂晓讲话啦，我是生意人，较早美容我都生意人，我袂晓讲话啊。啊，爸爸是迄卖金蕉的，做金蕉大个的，倒是啊。我有六个姐妹，一个弟弟，我拜了老三。嗯，哎呀，感恩感恩。要不是来的话，我都很多事情都讲不清。不过呢，真的现在也就你们都懂得哈，这些高人他们的眼睛都是很明亮的。那么我们尽量要学习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开始出道，起先我没有接触，一接触的时候，结果就碰到一个人。搬这样搬那样搬，最后我也把他说了一顿。可是搬完了以后啊，我也老是在想，那现在就教化吧，反正孔老夫教化。但是你现在说这话也有度量，要阿弥陀佛的度量来容。那么孔明既然孔明要出来帮我们忙，那就是时机到了，因为孔明先师他的智慧很高啊，那要帮忙。那么当然孔明先师出来的话，那孔老夫子我们就要再换地方。是这样，那自己怎么换？要讲好，要先跟神，先跟神讲好，因为原本就是弥勒佛在中间的，就是我跟你讲，现在道上的朋友来了，就让你搬这个搬那个，搬得我都糊涂了。没有，你自己心要定下来。因为我是很随喜，十个人，因为我是讲实际话你就乱了。他们讲啊，有的时候我会觉得，也有道理吧。反正你讲的那个时候，我也把你想的，反正你讲什么，我都帮你想的好，都是看你都是好。但是你现在讲时机到了，应该要这样做，我也觉得就应该这样，所以我把它放在你看钢琴上，弥勒佛。我唔知咧，我来拢无看啦。哎，我来无看，我来就是。本来就是。啊，我伫中间先，放在圣旨旁边，放在圣旨旁边。本来就是我下面还垫了那个金子，所以过了几天我把金子再包好，再把它摆上去。那等到七月过了，我再摆。哦，我是。唔知影啦，因为我安尼啦，伊就甲我讲哦，我伫中午先啊，你就甲我不走。我是来，我是度量要度足济人的，我阁有才气，我阁有能力，吼，我阁是寸不倒翁，吼，我甲你吐了，你阁爬会起来。啊，教育就是在咱伫咱的心。那今天能不能帮他再摆回来？今天可不行。今天不行。对，七月间不行。今天不行。哎，不是七月的事，七月就是富贵月。欢喜月，对，富贵月，咱就卖家当作讲，因为咱是修炼，修炼爱度量，每个月每一天都有那个东西啦，所以你卖去家当，卖去家安那拢无代志。我本来想，弥勒佛你度量大，也没有在乎这个在哪里位置上，所以我想你先忍一忍吧，没关系，我再请他到八月，看你自己。你要的话，你就是家己先签约，吼，你就是家己讲好。不是我，农历现在七月嘛，我有动了八月。啊，你就是爱家己讲好。我今仔日就是心无定，吼，啊，就十个人来讲十句，我就爱对你一直甩的，袂使。我嘛唔知，我还有三十六尊的神明哦。我外口有一个信徒，唔捌来咧。恁哦，应圣公哦，才三十六尊的神明，乌白讲。真诶啦，伊就去算，结果伊是摕用36块金牌夹在当手只大块，安尼到遮为止就无啊。我是戴五秒，我两个天公咯，一个就是金玉大天尊甲天甲地，我一个就是三观诶，啊，你甲只佛咯。
所以你台湾有当，敢那有三个，有两个天公路的尔。嗯。我加一个啊，还佫有一个，我人去阮遐北港，但是我还佫北港。嗯。所以我就是做个海钓的拢有做，撇海的工课。咱的妈祖当初要开工接的时阵，是接水，头啊是一只龙珠。后来是一尾大马鲈，龙头十八个人来耕，然后来就是莲花，我是接水的，所以我做一条山，一路路头路尾吃好足济，我就爱去躲歪、去扮歪、去扭歪。所以讲，咱往咱的灵、咱的心、咱的体去做，绝对拢真平安、真安定，舒适的。嗯，啊，唔免去计较，先不该来是不该去，尽量去做安尼就好，做好咱的囝，当亲戚。哦，当了解，安尼就是苦。啊，你无去做吼，就无修。我今日就是一直做，做这个好个。无啊，大家嘛讲我三十六岁就爱死呀，我三十六岁死，我今要六十岁了未死，对吧？所以尽量去做。尽量尽做，我们也是这样想。对，嗯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很开心。这好几天讲的，我唔捌讲的，我唔捌讲的。讲那么多话，真的很晚了。谢谢谢谢，因为我们第一次，今年第一次在跑，所以要学的地方很多。哎，谢谢，是应该要这样学。啊，那有空间再来，我呀吼，唔是剩人安尼一届就去起，我今仔日。有剩偌济钱，讲第一下有剩偌济，伊就叫我来搭遐，来搭遐一了一了偌济钱来搭一位剩咱国宝的安尼，剩咧去食，去食安尼国宝衫，迄厝安尼补起安尼，一了一了补起安尼。啊，讲啊恁杨英江哪会安尼？我讲我嘛唔知呢，妈祖叫我用安尼呢，啊我就是用安尼。所以阮拢带做伙，阮是有五代，四年前五代带做伙，即摆四年后有四代带做伙。是安尼嘞，我食饭一块二十人做，二十人的都是安尼，所以就是大家拢为心服务啦。啊，咱也无熬人呐，只是靠咱家己有定甲无定的尔。世间也无熬人，熬人拢坐伫遐了咱拜啊，吼，家己心定上重要。你后壁要做的工课搁真多，你爱教育的搁真多，所以你这十八个挂这两个，有你那两个，二十个就爱赶紧切出来。这是你的建议。要靠你们找，也要靠你们找。每次他们都这样跟我讲，这个也说是我的女儿，那个也说是，到处是我的女儿，很多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也不想哪个是我的真女儿，过两天都跑掉了。退嫁以后就跑了，起嫁的时候都哭了，退嫁以后就跑了。我也伤够了心了。我也找个累了，我心想还是要找，还是要找。我也嘛真济呢，我哦台东四国台湾县足济，大家拢叫我老母，老母拢真济女儿，拢足济，也是一样啊。即摆身躯边哦嘛是剩十几个啊，一样啊。这十几个嘛是十几年啊，拢真贴心。这就是做到尾啊，咱来先对，啊这唔免怨他，咱个唔免担伊个业果。好，咱家己道伊就是无缘嘛，无缘来找人担忧也是不得已。你看他苦，你也要帮他帮个忙啊。哎呀，对呀，这无论去吃路哈，上车拢爱家己道，这心先爱，这就是咱的心时间。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，人家说什么担业啦什么啦，其实自己的业也很重啊。像前些日子我到一个台北哈，他就说我生下来已经没有业了，好奇怪的事。那没有业，可是我担了一大堆，比人家业还重呢。那问你为什么要？我看了不忍心啊，啊就做啊，做了半天，做的对，做的不对也不晓得啊，还要请你们指导啊。没有，都是咱拢是会去学咱的个性，互跩兄弟姊妹甲咱改起来，不是咱家己改。咱一个人，因十个人十个性，咱就爱去学呀。有时候孩子不是自己教的，要换个别人教。对。有时候还要让他出去见识很回来再回来。对。很多都是这个样子，自己教不了的没有关系，让他出去。只是说在出去之前，我把话说明白，我问心无愧，我有教。像孔老夫子，我为什么把他放中间？孔老夫子有教无类呀。哦，因为这段时间有一个人啊，每次看这个不好不让我跟，看那个不好不让我跟，结果我通通跟，
跟到最后，哎，是有点不好，可是又学了不少，对，学了不少。咱的个性就是去让人家来改变，所以咱的要是金庙啊，伊会一个金胎，这个胎啊，八卦胎，较早咱的家，咧家迄地胎，会喷金的来给伊放咧头前。到底金庙去胎胎好，然后囝来分水挂仙姑边，歹自然就搁予伊收，收啊好，自然就搁倒转啊。这种这个筛选呢、啊、还要时间。我最近学到一个经验，有的时候啊，你看他一段时间看不出他的现象来，要过很久，要过很久才发现了问题。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讲，观世音菩萨啊，你是三十二化身，哈、啊，你要让我度念啊囝会使，但是你爱好先让我看人心。你先让我看人心，这个会用的，我就该调教，就调教。你不用的，你就另外做别项工作。你就要跟观世音菩萨讲。有啊，他经常借用我的这个先知来讲话。对啊，爱爱要接啊，不行，爱接啊，有啊，爱接落来啊，接落来看人家，比较方便，都讲来接一支金。金嘛金，我主要来接一支金嘛金。有啊，他们都有教教啊。做这个八百蟠桃会，我就是该接这支金。嗯、因为一个对付的先修，也不是对道的修的。我今年、啊、要做个蟠桃会啊，八月八日啊。哎。哎，八月八日是不是礼拜天啊？因为嘿，你就是看看下礼拜几啊？哈，改一做做一个啊哈蟠桃盛会啊呢。嗯。就是吼，这人啊，囝大家都等七仙女，就是七条七色的来下腰，踮遐跳蟠桃，踮遐跳舞啊，也伫金庙看。一定就是安尼，这就是表示可怜啊囝的代志。有啊，他们有来跳啊。